同款是海区方面的消息，要关心的是布袋沿海的稻农在龙回函台南农改场的辅导之下，种出了全国十大的经典好米水晶米。李龙辉为推广着美食文化，特别举办着美食嘉年华，以海产结合着美食的多样化的小点心和礼盒包装，去民众重新熟悉着稻米。早期布袋镇农民种的稻米，拢会留少部分家己食用，但是无经过良好冷藏之下的白米，数个月了后，就愈煮愈歹食。农会请来农改场专家辅导农民为选种、田间的管理做起，也佫引进台南十一号开发出布袋水晶米，想要教的农民以有机肥、小心的照顾之下，水晶米连续两年拢获得十大经典好米的肯定。教阮布袋水晶米。水晶米，啊，水晶米哦，就是伫民国1992年到1997年，阮遮有着着农委会办的十大经典好米的比赛，阮遮有着着顶，所以阮有拍这个水晶米的品牌，哦，啊，今麦来个，阮个更加推向上市，稻米的礼盒，就是一般吼，若是讲满月吼，囡仔满月吼。即马食油饭的人也少，所以阮用这个米吼做礼盒，会当代替油饭吼。过来有的是查甫结婚哦，送提贴啊，就先算送米出去做一个礼品。布袋镇农会推广股长李家英表示，自从农会推出新颖轻便的小包装了后，游子返乡一定会赠上几包来做伴手礼，一概思乡情怀。对于现在流行的米礼盒。当作订婚十二礼之一，家长嘛感觉捧出米礼盒大方又阁有诚意。今年改为粉红色礼盒，用途阁较宽，还是公司节庆蜜月米礼盒，平安米拢真适合，不再限于订婚礼。新闻就来新闻报道，蔡宏报道。